哎，拉面摆摊呐？对呀，快看一下，这个怎么卖呀？我的签名照一张只要5块。哎，我是说这个，这是我的，不卖。我挺喜欢的，给我啦。不卖。给啦。不卖。2000 years later。嗨，大家好，这里是文具三分钟。今天我们来聊一聊一个很多人知道也有很多人不知道的文具品牌景宫。它来自日本，成立于1927年，至今有90多年的历史了。这是个什么概念？相较于国内知名度较高的文具品牌，诸如得力、白雪、真彩、晨光等，基本也就30年左右的发展史，都可以喊景宫一声大爷啊，呸，大哥了。打开他们家官网可以看到，产品线类目还算可观，尤其标签机跟文具类的细枝就更丰富了。但只要稍琢磨，你就会发现从头到尾景宫就爱独孤一味。拿文具类来说，基本上所有文具产品都是围绕收纳整理这个大前提而做的延伸，看似很单调，但要能专注的把一件东西做到极致也是个狼人。那么专注于文具收纳整理这一块，景宫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一起来看看吧。TEFRENU 博业笔记本，日式英文我不会念，但它的意思大概是说，当你书写时不用担心手会碰到活页的线圈。而且还有一点，中控的这个位置方便你拿起本子，完全不硌手。这个活页本另一个卖点就是身材轻薄，它设计的低型环扣可以装大约30张内页，因为是主打的便携，装太多就没那味了。还有这条透明脊梁骨做得很细，平摊翻折可以看到，不会占取太多空间，纸张质量中规中矩。但要是你习惯用国誉猫儿们的活页，它的常规 A5 跟 B5 都是适配的。板夹我没怎么用过，但经常出入大排档倒是见不少。 Matfred 磁性板夹，顾名思义，利用磁力固定纸张，它的两处磁贴分别位于背后的中央折板和底下的这一块，像这样把翻页的纸张固定好，一边深蹲一边书写都可以。还有一点就是，你们留意到顶头这块加了夹盖的夹子吗？它连纸张的边角都给锁死了，在这种上下夹击之下，就算在狂风中作业也不带怕的，建议机场的检修工人人手一件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个烦恼，就是每次带 A4 型的资料或是重要的试卷时，总是要小心翼翼的，怕弄到褶皱了。然而传统的资料册都比较大，不方便携带。直到我看到了这个 Compact 对折式资料册，推翻了我对资料册的固有印象。 Compact 对折式资料册 A5 的大小，打开却是 A4 的资料内袋。注意看这里，它弯折的地方并非那种不可逆的折痕，就只是轻轻弯曲，而且有背后的极板保护着，很花心思，就连我这个强迫症都舒服了。边缘处做了一个特殊的挡板设计，它的作用是方便让你单手翻页，卡在挡板里的内袋在开合册子的时候能上下滑动，辅助内袋顺利归位到极板的保护范围内。所以大家需要注意的是，要看清楚产品的最大收纳量，不然会影响对折的使用体验。另外这款对折活页本也很有意思，原理跟上面差不多，不过 T 型是专用的，一般的活页不适配，详情可以回顾第152期，这里就不多重复啦。 Kakiko 可直接书写资料册，它的外观就很平平无奇，特别之处在于内袋，不，准确来说是只有上下两片夹翼，中间无覆盖的透明页，只要把纸张卡进去就可以直接书写批注，就是这么一个平凡中透着不平凡的设计，省去了你翻找之余还要取出来写的步骤，效率不就是从这些容易被忽略的细节处提高的吗？Pretty 收纳袋造型跟配色都很好看，原谅我词穷。官网介绍里，它是一款包中包，主要收纳纸质类零碎小物等，起到保护作用。在我看来，文件内包起码要满足3点：一是坚挺的版型，因为要把它收进外包的话，没有一定的硬度都是白搭；二是实用的分栏，我手头这个透明视窗一面分了卡片栏、明信片栏，还有一个较宽裕的空间，我装，再装，再装。大概就是这样。它的背部还有一个大口径插袋，资料可以随时存取。三是尺寸，可以多样但不能反人类，所以我觉得 Fretty 还是挺符合我的预期的，有颜有实力。硬要挑缺点吧，大概是价格对于学生党来说不大友好。配给洞洞版 DIY 类别的桌面收纳，心急的我围观了他们店里的效果图，超级文艺有木有？箱子背后有看不懂的文字说明，以我的聪明才智不需要了。配给的构件主要就是洞洞版、底座、L 型挂钩、笔筒、迷你搁板、置物盒，零零碎碎几乎
乎铺满半个桌子，那就开始 DIY 吧。先把洞洞板架好，遵循底盘要稳的道理，所以我喜欢在底层的地方装上笔筒、置物架这些能 hold 得住重物的部件都是做好的，钩子直接挂进洞洞就好了，超方便的。上层的地方安置挂钩还有小隔板， OK， 装好了。时间关系，拉面直接来展示。总的来说，洞洞板收纳是很有意思的，桌面变得整洁美观之余，看着满满当当心爱的文具就摆在你面前，学习的动力都上来了。盘点暂时就到这了，我脑海突然飘过一句话，不应该是脚去适应鞋子，应该是鞋子去适应脚。道理同样适用在文具创造上，而霓虹人会揪住这个点不断钻研挖掘，直击消费者的痛点，很值得国人去学习。景工其实就是一个不错的代表，至少我在使用中能够感受到他们产品的诚意。屏幕前的你又会心动景工的哪些产品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对景工的看法。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请记得一键三连，我是拉面，我们下期再见，拜拜。